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胖哥。北京时间看一下，10月5号早上10点多啊，我们看一下昨天出单啊，带装运的，看到没有？10月5号都是早上出的单，早上出的单，早上出的单，现在出的单啊，今天出的单出的还可以哈，早上出了十几单，有些是昨天晚上的哈，这些我都是拍单的。我们来随便看一下，就是像这一单。卖了22块多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卖了22块多，利润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单哈，拍了14块多，然后卖了22块多，这一单就挣7、8块的嘛，比10多块钱。然后再来看下面这一单，拍了16块多，16块多我们卖了38块钱，就挣20多块，挣30多块钱啊。我做的是东南亚跨境电商马来西亚本土站，啊，做的是虾皮采集来赞达，来赞达采集虾皮，每天挣点差价，啊，每天都能出单哈。东南亚跨境电商本土站啊，欢迎大家来交流。